한번 해보자는 거지. 回哥也知道这把只能帮下路，他是上开刷下来帮下路，然后这把阵容两边阵容一看，他们就是打上半区的，我们就是打下半区的，下路很需要帮助。 为什么对面盲僧这么聪明？不过正常吧，这种也是名牌，基本上也是名牌盲僧会来反蹲的。相当于名牌，两边打野嗅觉都很好，思想都是正确的，就这波都是聚焦一下的，算是很正确的一个正常的思路。被他反蹲到了，那没办法嘛。 野爹直接被秒了，杀技能按不出来，倒了。然后他野爹确实要保他们这波下路，他们野爹不保这波下路，他们下路这波被虐双杀的，双杀两个人都死，最多最多打个一换二，我们这边可能还不会死，最多一换二，他打野不来的话，他们下路就对不了线的。 现在呢，就是这把游戏就可能爆赢了。哎，难崩难崩呀！ 就打哲利，我们这组合要慢推线的，就慢推线，他们如果吃刀的话消耗一下，不吃刀的话就慢推线塔下，看能不能消耗一下，不能着急。如果快推线的话，让对面哲利，哲利实际上是能补到刀的，就很爽。这英雄打这英雄最好控线的打，他就会很痛苦。 这英雄前期不强，后期强，所以要怎么说呢？前面一定要把他压住，不能让他起势起太快。我一直在慢推线的。 啊，就像我说的呀，我们中野强度不够高的，就我们中上两个英雄选出来都是大后期英雄，强度太低了前面。然后他们这波中野打输的会连带反应导致下路压力也会大的。哎呀，这下可没空。 也就下路现在的小优，下路一定要把优势打出来，不然好难玩。Q到了，但他这个盾给的很好。
靠前那点。害怕，还好，真要被一刀，感觉差不多到点了。那怎么说呢？越塔越的还是挺有瑕疵的。裸魔宗没办法，那有钱刚好够，那裸个魔宗子，那这种事情很凑巧，也刚好我钱够，那就出个魔宗子，很少有能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能够做到裸魔宗出来。1100血。还好吧，1100血。牛逼！他妈老交易你就要打我，你都不考虑大 Q 会被我打到吗？死了吗？有大招，大招交了没死。就像我说的，这把下路要那提前期强度的，所以我的出装肯定是提前期强度的出装。倒了。哎，中野两兄弟啊，中上野两兄弟。上单压力也挺大的，上单塔皮都没了。当时那个钱不够西兰道呀，你以为我不想出西兰道吗？啊，我当时那个钱不够出西兰道呀，闪现又不强。那不如主搞个这玩意儿，交闪现了，塞拉斯应该是。我出这个，然后我再出西兰道，我就纯要把中期节奏给盘活了。还行，换了，能接受我交个治疗。一个 Q 空了，导致我打的，我走不了了，我只能跟他换，我走不了一点。武器 TP 的时候吃的那个渡城，他飞过来我就走不了。没事，我的中上兄弟加油吧，这把为他们服务的。这把野爹其实玩的挺难受的，这把讲道理真怪不到打野头上，没办法，那人家对面中上两个英雄比我们这边中上强了，他其实压力挺大的玩的也是。十二刀，okay，
有，我操，他是有走位的。好稳啊，啥意思？我敢，不是你知道吗？关键是他现在敢这样子吃兵啊，就不对劲的。没有眼的，掉了个闪。哎，这边的 Q 好像水分有点大呀。能走掉已是万幸，真的呀，能走掉已经是万幸了。是吧，魔宗18分钟吧，我接下来不死的话18分钟就叠出来了。EZ 搭辅助 ，EZ 搭辅助，看阵容选择，就其实就没有那种也有天敌的呀。什么阵容没天敌？什么下路组合没天敌？感觉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天敌。对，什么下路组合其实都有一点天敌的，没有一个组合是那种什么。什么都能打的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，都有一些被克制的组合。我操！我他妈吓死了，真，我还以为这你要打我一下，给我人吓晕的。啊啊！我操，对面有人送了，兄弟们，好消息！咱们对面塞拉斯狂送，哇，他这我真没想明白，他这敢一上来，我真没想明白，他这波跟那个泰坦差不多，说实话玩的。这一上来挺搞的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好好好，这波打完游戏简单，变得简单很多了，因为龙王跟天使好像发还行啊，发育起来了。什么？我就别老鼠辅助了，真的，我他妈看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老鼠辅助我头就痛，导致那段时间我每一把我都搬老鼠，我真受不了这英雄，太夸张了。主要是你知道吗？玩个老鼠。玩老鼠虎也就算了，玩又不知道怎么玩，
玩们不知道怎么玩，恶心 AD 知道怎么恶心 AD 的，真受不了一点。他还搞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你的不对面思想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这真的是大师的人吗？你这个塔前跳我脸，这个人肯定思想出问题了。哇，这种操作打得出来的，好怀疑他是不是大师。我没懂，我真没懂他这为什么能跳我脸，我没想明白。我真没想明白，我旁边有队友，我又在我塔前面，我位置又很好。EZ 天赋可以有很多种带法，你可以按不同的阵容选择就行。EZ 征服者能带征服者强攻、征服者强攻先攻。这几个都能带，可选的天赋很多，装备可选的装备也很多。EZ 是一个出装比较灵活的英雄。哎呦，这 Q 空了，我好难受，巨夜魔。你知道我那个我为什么想交大招呢？因为我那个大招是想杀路的，但是挺尴尬的，我那个 Q 空了，我 Q 不空的话盲僧也得给我死单了。可以推三二塔，这不可以，思想正确，点个小赞。我操，刷一气，哎，真的是熬过前十分钟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这阵容就熬过中上前十分钟，没炸到离谱就能玩。我说实话，这 Q 真有点问题。我建议我今天这个 Q 蛮搞的，这两个 Q 空的傻逼，我也不知道干嘛这两个 Q 空的。这没道理空吧？这也不会空吧？你看，这才是正常的 Q 啊！刚刚那两个 Q， 那 Q 那盲僧的什么 Q 啊？不知道干嘛，感觉脑子就感觉没睡醒一样。那两个 Q 不对。应该高情商，两个 Q 怎么预热一下啊、然后接下来找手感找到了，接下来 Q 就准了。高情商，回一波，不钱有点多，钱有，哎呦，钱有点小多。致敏节奏，也不是说吧，就我自己觉得 ，EZ 这英雄不需要带致敏节奏，就我个人感官而言，我觉得致敏节奏效果真一般。主要是你后期没有那么多给你 A 人的机会吧，有时候真没给你那么多 A 人的机会。